我们首先先回顾一下上一堂课讲的内容。上一堂课呢，我们首先讲的是实体跟实体之间的关系。实体跟实体之间的关系有四个，也可以说是三个：一对一、一对多、多对一、多对多。一对多和多对一是一样的。啊，那么下面我们说一对多啊，一对多用的是最多最多了。组表中的一条记录对应窗表中的多条记录。那么这个呢是这个它的怎么去实现呢？组件跟非组件间关系就实现了，组件跟非组件间关系就实现了。因为什么组件不能重复，非组件可以重复，那么这样就是一对多了。那么一对一呢？一对一就是组件和组件间关系，啊，那么它主要是用来做分表的，表的垂直分割，把一条记录它有很多很多的字段，那么把它分成两个，一个是常用字段，一个是不常用字段，啊，然后这时候呢，你把常用字段放在一块儿，是吧？不常用的放在一块儿，这样的话查询起来就很方便，啊，查询起来就很方便。所以呢，这个呢是用做表的垂直分割。多对多呢，就是主表中的一条记录对应窗表中的多条记录，窗表中的一条记录对应主表中的多条记录。那么像这种情况呢，一般的是用来是这个做，就是用第三张表，引入第三张关系表啊去实现的。好，那么下面我们这是实体之间的关系。那么像其实这已经是数据库的设计了。那么我们先把上面知识讲完以后呢，我们下面说这个数据库的设计。数据库首先呢是收集信息。然后呢是标识实体，然后是标识实体的属性，然后比如它们之间的关系，最后讲实体讲那个模型啊，是吧？讲那个一二图那个模型转成数据库，最后规范化。那么收集信息，这个是你要去跟人家去交流的，把人家的这个就是需求啊需求把它搞透了，然后就表示对象，表示对象呢就是一个对象，就讲来就是一个表。那么有了对象以后，那就标识对象的属性，那么属性呢就是它的一个字段啊，一个表的一个字段，最后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。标识好以后，你发现这个画起来不太好画，就我们就学了个一二图，一二图叫 entity relationship 实体关系图，啊，实体关系图。这个每个同学呢都要去画这么两次，你可以画的很难看，但是一二图的本质啊，你要表现出来，啊，就表现出来。这个呢就是将来你跟程序员之间去讲表结构。程序员之间，比如说我们一起这个一起工作是吧？那我要讲个表结构，那你肯定画一二图嘛，画一二图是最能够表现这个表结构的这么一种方式。那么这个如果说你不会画一二图，对吧？别人会是吧？啊，这时候呢，你当然你是吧？你能看懂也行啊，啊，就怕有同学看都看不懂，这就会很麻烦的，啊，当然最好你还是能画一画的，啊。咱们是吧，也是正规军的啊。没卸王牌师。那么画了一二图以后呢，将一二图转成表，这个很好转换的，就是实体啊，一个实体是一个表，一个字段一个属性。那么转换完以后，如果没有合适的字段做组件怎么办呢？就添加一个自动字段列做组件。转好以后呢，肯定要规范化。规范化我们通过三方式来规范化。第一方式是约束所有字段，每个字段都不可再分，那么这时候不可再分，你要注意了，它并不是说分到极细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你就看，比如说一个字段，你看它是起个什么样的作用，你将来要不要用到进行分组？你比如我要 country 进行分组，还是我要 city 进行分组？就是你要那个，我们不是讲的 group by 吗 ？group by 分组查询是不是？你这个分组查询。你是以什么来分组？如果你需要用这个来分组，那你就猜。如果它仅仅起一个字符的作用，那你不要猜了。就比如说省市县地区要不要猜？这个东西就要看你的需求。如果说我压根就没什么统计，我就仅仅就是起一个地址的作用，那你不用猜了。如果说你说我将来统计呢，比如说我可能按省按市来统计一下哪个地方这个卖的多，是吧？哪个地方卖的少啊？这时候我就要把它拆分下来。第二方式，非间字段必须依赖于间字段，这个是描述的是非组件和组件之间的关系，非组件必须要依赖于组件啊。第三方式，消除传递依赖，这是说的是非组件之间的关系啊，非组件之间是不可以传递依赖。但是我们说了，比范式越高，冗余越少。但是呢，效率也有可能会低下，因为冗余越少，可能表示越多了吧，
别人越多了啊，他有，但是他有可能效率就低下，那怎么办呢？为了提高效率，我们可以让数据做一个适当的冗余，做个适当的冗余。那么这个就是说的什么呢？反三番式啊，说的反三番式。反三番式它的用一句话来说，就是当性能和规范化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我们首选的是性能啊。下面呢，我们说的是查询语句，查询是 select 的选项，列明 from 表明 group by or by having limited。那么下面我们说第一个是说这个自转名，写括号的可以干什么呀？省略，可以省略啊，可以省略。自转名 select 这就自转名就输出了，还可以输出表达式啊，当然你也可以这个自转相加是吧？啊，这个、表的自转相加都是可以的。然后这个还可以写函数，还可以写函数啊。你这个呢是没有给这个列名取名字的，那我可以用 as 来取名字，as 可以省略啊。as 可以省略。from 后面的溯源可以有多个，我们一般打人用的是都是一个是吧，但是你也可以多个，如果是多个的话，我们是 DKRG 就是两个表的记录，就是做排列组合，两个表的记录做排列组合，是不是？嗯啊，排列组合同学们应该学过吧？一个表有三条记录，一个表有五条记录，总共排列组合有几个？一个表有三条记录，一个表有五条记录，总共排列组合的结果有几个？三五十五吧。三乘以五十五吧，这个会算吧？啊，这个是好像是初三是吧？小学生吧。啊，排列组合吧。老师，一边有三个，一边有九个。对啊，一边有三个，不九个嘛，三乘的九嘛。啊，有一乘嘛。啊。DOL。啊，说到这个排列组合，我顺便说一下，这个同学们，这个你们是不是还记得 C31 的当中写法什么意思啊？忘了，干什么？上学过。忘了 ，C31 不就是排列组合吗？嗯、乘以 C41。不就是从三个里边选一个，再乘一个，从四个里边选一个，得几啊？得几种啊？得十二种啊。啊，这个里边不是有一些公式的是吧？嗯。啊，好了吧。哎，你们这个都忘了、啊？没上过就类似于 C 的那种。学过人学的再也不用了。不止吧，这个学好多次了吧？反正这个有个公式，大家那个要是过下课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去查一查排列组合的公式。啊，这个C31C41都好算的，最好算的。对。它不是比如 C32，三个里面选两个，乘以四个里面选两个，这个里面就好像。它有一个公式了，你就算不出来了，你要用公式来算了，啊，用公式来里面来算了，好吧，这个下课的时候啊，下课的时候你们就不要再玩手机了，咱们班有同学下课的时候喜欢打游戏，啊，让他拿起来打个游戏，其实你下课打游戏呢，我并没有阻止你，按照道理来说这是我的失职，我应该阻止你的，就下课你也不给打游戏，只要你进了这个学校门就不允许打游戏的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你实在是手机，你实在有手机综合症，你实在拿下课就拿手机给查一查什么呢？你让手机查一查排列组合的公式是啥，然后做几道题啊。牛顿来不了了，好吧，这个就下课不要打游戏了啊。然后打游戏，然后是这个上课的时候，然后还沉迷在这是吧？那一个小姑娘笑得很甜，是不是？你看她知道我说的是她呀，知道吧？好吧啊。下面是 DOL 是个伪表啊，是个伪表，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啊，没有表的参与。啊，那这时候又为了需要一个表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这就用伪表，用 DUAL 啊 ，DUAL 啊。然后下面是 WHERE 就 WHERE 条件。那么 WHERE 后面条件从哪儿那个呢？从数据源中进行筛选，从表中进行筛选的。WHERE 后面条件是从表中进行筛选的，是不是？如果后面条件为真，就返回当前记录嘛。啊，这个 WHERE CH 那个大于60，这个是。同学们，这个是计算机内部是怎么做的呢？它是有好多好多记录，一条记录、两条记录、三条记录，一条记录一条一条的看到大于六十吗？大于就把它找出来，如果是小于六十吗？小于六十就不找出来，
听明白吧？最后把满足条件的，把它形成一个结果集，把它返回出来。把满足条件的形成一个结果集返回出来啊！我这儿做了个动画的，我再演示一下。是放在哪个里头的？不是这个，是这个。一二是这个吧？哦，这个啊，这个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比如我来查询这个，我查询它，查询是 select 的信号 from 表明就是这个班级啊 ，select 信号 from 这个班等于 S32，就是说你只要查看这个在 S202的，在 S202的这个班，它首先找第一个，找第一个有吗？第一个没有，是不是第二个是不是找到了？第二个找把第二个拿出来，放到缓存里面拿出来啊。然后这儿又找了一个，是不是、啊？找到了是不是找到这三个就可以了？这三个就可以把这三个这个结果，就返回出来，听明白是吧？那么这个威尔条件，呢是什么呢？是在哪个？是数据源里面找，是不是找到结果呀？那么哈密条件是什么？是不是在这个结果集里面继续找啊？一个是在原表里边找，是不是？一个在原表里边找，一个在哪儿啊？结果集里面找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哈密呢？啊，是这样的。好的，然后用可以用什么呢？用我们又学了这个印语句啊，印语句呢是 select 信号 from 表明 where 地址 in 什么什么东西，这个呢可以简化上面的这个，就是用的是那个就逻辑运算符，简化逻辑运算符啊，印语 in 在什么什么里面，这是 not in， 年龄。这个也是那个逻辑运算符，然后呢，你用那个 between and 啊，不在这里边就 not between and， 缺口用 is not， 不能用等于啊，因为空是没法等于的，是不是啊？空是没法等于啊，这个你们为什么空没法等于呢？你比如说我的银行卡，里面是什么都没有，没存，银行卡里面是空的，啊，我那个比如说我的柜子里面，我的存放那个衣服的柜子里面是空的，那我的银行卡和柜子怎么去比啊？对，听明白是吧？没法比的，就是空，它本身是它不知道里面是个啥，它是个空的，它不知道是个啥。你比如说我的银行卡跟你的银行卡是咱们是同一个类型嘛才好比呢。是吧？我的银行卡是空的，哦，你的银行卡是空的，他的是卡车是空的，啊，那边是他的猪圈是空的，他都是空，但是空你怎么比啊？那没法比的，他等，所以说空是不可以等于的，空不可以等于，它只能用 is， 是空，啊，那么是 is not 是空 ，is not not 就是不是空啊，不是空。还有分组长 group by 分组呢？你比如说用性别来分组，性别里边有几个值啊？性别里面是不是两个值啊？两个值分成几组啊？就两组吧，是不是？男和女吧，是吧？就是说你分组，有同学肯定是刚开始学的时候，有同学肯定是疑惑，哎，说老师这儿分组，怎么这儿是两条记录？哎，这底下怎么这几条记录，怎么记录还不同呢？它每一个值是不是就是一条记录，是不是？对。它分组嘛，啊，比如说我这么说啊，你想想我们班，我们班按性别来分组，肯定是几组啊？肯定是两组。我们班比如说按地区来分组，比如说你是上海的，就是上海的一组；北京的北京一组，啊，什么什么那个山东的山东一组。那么这是我们这个组里，我们这个班上有几个地方的人，是不是就分成几组啊？对，是吧？就是这么个，就这样子的嘛。啊，如果比如说我们班，我们按什么呢？按这个就是还这个，比如说我们班按照这个。按什么来分组呢？按这个，哎，你说一个儿童和那个成年和不成年，那是叫什么呀？就不叫年龄段，叫成年不？是否有什么刑事能力来分组？按是否有刑事能力来分组？我们是不是就可能分为有刑事能力？和
没有行动能力，是不是？就是儿童嘛，儿童就没有嘛，是吧？那么我们班可能就分成两组，是吧？有同学可能是没满十八岁的，那就是分是说明算儿童，是吧？啊，超过十八岁的啊，哎，超过了，是吧？啊，是的。所以这个呢就是分组嘛，啊。那么如果你分组以后，那么前面的放什么呢？前面放的是聚合函数，放聚合函数和分组字段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是 group by 分组了，如果你分组了，你前面放的是聚合函数，那个聚合函数分组字段，啊。如果你放的是普通字段呢？普通字段那就显示这条记录的第一个值，那很显然不合理嘛。所以那怎么办？你把它连接起来，然后 group 啊跟 get 把它连接起来嘛，啊，把它连接起来。还可以多列分组啊，多列分组。比如说，如果按地区分组的话，就是你有几个地区就好了；你如果按性别的分组，就是有几个性别就好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两个分呢，就是说上海和南两个组合起来是一个唯一吧？上海和女组合，就是两个一组合是唯一的，就把它分成一组。啊 ，group by 是排序 ，order 哦，那个 order by 是排序 ，order by 是排序，排序有升序和降序啊，默认是升序，如果不写的话，那就是升序啊，啊 ，DSA 是降序，你也可以多列来排序，多列排序呢什么呢？就是说你按第一个先按第一个排啊，先按第一个排，如果第一个是一样的，那就按第二个来排。啊，当然你也可以你也可以是按三列来排序，四列来排序都是可以的啊，都是可以的。但是一般两个列就差不多了。哈密是在结果集上进行筛选啊，哈密是在结果集上进行筛选，刚才已经说了。另一个是限制啊，限制呢是这个起始长度，这个起始位置，这个起始长度，起始位置呢，如果说是从开始的话，那么这个开始零是可以省略的啊，零是可以省略的。查询语句中呢有两个选项，一个是 or， 一个是 distinct。默认情况下它是去不去从啊，默认情况下不显示，默认情况下是显示所有的，是不去从的，是吧？那么你要 distinct 就可以让它是去从啊，去除重复的项，去重复项。好，那我们说是举个函数，举个函数有 sum 求和 ，average 有平均值 ，max 最大值 ，min 最小值 ，count 求接受数啊，接受数。某查询学通背符，小划线是表示某一个字段，百分号表示任意字符啊，任意字符。那某查询定义 like。某个查询不能用等于啊，它拥有那一个是好像。那么下面我们说 unit 呢是数据的联合 ，unit 呢就将两个 score 就将多个 score 语句的结果，将多个 score 语句的结果连接起来，放在一个结果集里面展示，啊，放在一个结果集里面展示，啊，他们的条件是 unit 两边的 select 语句，他们必须是。字段个数要一致啊，字段个数要一致，字段名可以不一致，数据类型可以不一致，啊，数据类型可以不一致，啊，个数是一致，啊就行了，啊 ，unit 是它就是将两个表的结果显示出来啊就可以了啊。那么 unit 的默认情况下，两个表一 unit 它去不去从呢？两个表一 unit 默认是去从的，你也可以不去从，用 or 可以不去从啊。好了，那个这个是后来补，这是我们补充了一个就是。它插入数据时跟组件冲突，第一种方法用什么？用 replace。replace into 是干什么呢？就是当我插入的记录如果跟组件重复的时候，那我把原来给删掉，然后插入新的。那么这个呢？这个它的这个看上去反正也是替换掉了啊，不是替换掉。那么 on deplete key update 就当我插入的这个数据跟组件或者文件起冲突的时候，执行 update 操作啊，执行 update 操作。这两种都是可以的啊，都是可以的啊。那个后边的我带他们学，我们学这种啊。用这种啊。